作为一个有20多年 A 零经验的资深毒 L， 我明白啊，我真的明白我的样子如何，日子也必如何啊嘛。我女人应激是正常的，坐在家发毛都符合角色的设定的。超时空男神今晚8:30比雪台。朋友，冇讲俾敲你，唔使惊啦！我哋送你一 set 4个古代女神，兴唔兴奋？欢欢喜先！小女子王超君，公子有礼。王超君曾因弹奏出赛曲，令飞过的大雁都受到爆，全部 P 晒 K， 因此得到落雁嘅称号。不如就等小女子为公子你献奏一曲。啦啦热啦啦热啦啦，可以可以，啦啦热啦啦啦，可以可以。咁猪唱，旺角唱饱佢啊！乜嘢女神嚟噶？可唔可以俾个小边个啊？又系你啊！公子，我谂你认错人啦，小女子系西施啊！啊，说。西施曾经在江边洗衫，啲鱼见到佢靓到抌一声，全部抌晒落水底咯。于是啲人就起咗个沉鱼嘅朵俾佢啦。好痛啊！我个心，哎呀，哇，好痛！哦，啊，我个心好痛啊！哇，哎呀，哇哇哇，好痛！哦，痛啊！喂，你唔好死度啦，你醒啊喂！好彩琴晚我睇妙手仁心啫。Clear， 喂，做咩事啊？做咩事熄晒灯啊？咩事？搞到大厦停电啊！冇冷气点瞓啊？